哥，还有灯光老师，以及我们摄影师跟我们今天的录影师们哈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好，带来节目最后一首歌喽。OK， 用的最后一首歌曲来欢送我们今天所有的好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让我们期待的下次很快的可以再跟大家相见喽。多多的包涵，多多涵涵，也祝福你们开开心心、平平安安，谢谢，谢谢。